庆州就是一个韩国的露天历史博物馆，公元前57年起就是新罗王朝的首都，因此街道中处处可见许多悠久的文化遗址。庆州曾接受过亚洲大陆多元文化的影响，因而发展出璀璨的历史，所以有韩国文化发源地之美称，还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定为世界十大文化遗址之一，其中最有名的就属古坟公园和被指定为世界遗产的佛国寺与石湖庵。